再者说，你手上没有任何证据，单单凭借你的三言两语，就能让君上怀疑本殿吗？林妃怕是也太高估自己了。好，我们走着瞧。手上若是没有王牌，就不要想将本殿拉进去。再者说，本殿手中也握着凌妃的把柄呢。把柄？太妃您不是讲求证据吗？那证据呢？你的腿今天看起来好像不太利索，按理说这伤应该是昨天魏巡留在杀害丑妃的刺客身上的吧。哼，怎么会出现在凌妃的腿上呢？依本殿看，凌妃的障眼法做得不够精妙啊。太妃您多虑了，即便如此，要是君上知道您对他母亲的所作所为，他应该更想撕了您吧。我不过就是一个争宠的妃子，可太妃您不一样啊，您还有继王，您还有那爵位。你见到赵姑姑了。走走走。娘娘，这些人怎么见到咱们就像见鬼一样，处处躲着咱们呀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要不一会儿咱们见到赵姑姑，去问问她最近西院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。赵姑姑，赵姑姑，我是青离，我来看你了。这房间就着了一场大火，快去救火呀！当时赵姑姑就在里面，快！
快点！等我们进去的时候，就已经烧成焦骨了。哎，哎，娘娘。娘娘，娘娘，我来吧。娘娘，您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失火的吗？我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奴婢就是随口一问，娘娘您千万别往心里去，说来听听。娘娘，西院里都在传，说是尹妃房间失火，跟你有关系。怎么可能是娘娘？奴婢当然相信这事儿跟娘娘没关系。你放心，我只是想知道，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跟我来吧，走啊。娘娘，
好吃吗？娘娘别怕，连翘在这守着您呢。我没事儿，你去歇着吧，别守门了。那好吧，您有事就大声叫我，我听得见的。去吧。七七，七七，君上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最近是不是没有休息好啊？我看你眼圈都是黑黑的。哦，你现在是在嫌我丑吗？想哪儿去了？难怪睡不好。不说一个一，你都能想到十。你现在又是在怪我想得多吗？女人呐。哼。好了，走了，姑带你出去散散心。我不去。啊，你去嘛。我不去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你再不出去，我不去。你都要发霉了。不去。向日葵啊，好好看啊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向日葵啊？只要是你喜欢的，就没有姑不知道的。试试。哇，怎么样？好好吃啊。你试试。试试嘛。
几天不见，你的腿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？出来活动难免露出破绽，所以做了点效果。你这个样子出来，不怕会暴露你的身份吗？吕敖现在可是到处在找右腿受伤的人，到时候东窗事发，可别把本殿牵连进去。君少和丑青离只是猜测，并不会把妾身怎么样。倒是太妃您，这么怕东窗事发，这么怕受牵连，还把妾身找来，到底何意呀？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倒是像极了本殿年轻时的模样。听太妃这话的意思，是同意跟我结盟了。果然聪明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直说了。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吕敖要是对你和纪王或者我先下手，咱们再想翻身可就难了。现在所有事情都已经准备就绪，就差东风了。一年一度的义旗盛宴就要开始了，那时候就是最强劲的东风。现在这个时间千万不能出现差错，要不然我们就前功尽弃了。纪王殿下那边，此事就不劳凌妃担心了。非要回去吗？我还有巫族的责任在身，不能一直留在这儿。那我陪你一起走。别闹了，我是回去做正事的。我保证不添乱，乖乖待在你身边，真的，我保证。你就带我一起去吧。灵，有句话我必须要跟你说。你说。很感谢你对我的心意，不过很抱歉，我无法回应你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知道的，我心有所属。可是他已经拒绝你了，况且你们两个……爱不是占有，我只要看着他幸福就够了。那我呢？难道我在你心里一点位置都没有？对不起。不可能，你说谎。无极，站住！小心！谁让你们现身的？出去！公主，我们哥俩在外面实在是听不下去了，不知道你喜欢他什么。你把我当干嘛？我怕你动手。小公主，让开！让开！不让！给我们小姐道歉！住手！不许动他！让他走，让开，公主。不知道怎么了，左眼跳得厉害。
干什么？来嘛，来嘛。君少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小英子说这样管用，姑试过，好像还行。啊？这口水啊！君少！慌慌张张的，成何体统啊！哎呀，君上，魏大人说有要事要禀告呢。传。啊！琪琪。嗯。要不你先回去。姑晚上再来陪你用膳。哦。啊。禀告君上，属下在搜查东院柴房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人。当真？属下确认过，无误。这件事无好了，属下明白。时机到了。他们说的是谁啊？神神秘秘的，还不让我听？哼，那我就自己去看。终于摔掉两只跟屁虫。武吉，明明心里就有我，还假装不承认。没关系，本公主大度，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去城里做什么呀？哼，骗子，跟我说什么回巫族，原来是去找自己的心上人了。哼，灵，这下死心了吧？你还在幻想什么？他爱的不是你。找了那么多地方，什么都没有。这个魏雪又在瞎说。琪琪，是我。师兄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要回巫族一段时间，想来和你告个别。小宝姐引我到了这儿，一进来我就看到。之前你说三生花已经进了一期，